2002年罹患恶性骨肉瘤的彭慧琴，在大林慈济医院团队同理合作下，历经16个小时的手术，将她长满癌细胞的下颚骨拿掉，并用小腿腓骨再造一个下巴。13年来，慧琴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且远嫁瑞士，建立幸福的家庭。我每次回去，我都会觉得我是去看朋友，都没有觉得我是在看病。植物人以守护爱与您分享肿瘤病友的医病故事。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植物人以守护爱》，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家庭医学科林明南。不管是背着背包到澳洲去打工，或是披着白纱到瑞士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这都是2002年彭慧琴所不敢想象的一个未来。因为那一年当中，她面临的人生一个最大的打击，就是她下颌长了一个恶性的骨肉瘤。那时候她到大林慈济医院，由我们的医护团队帮她做一个很好的治疗。那这13年来，他治疗成功之后，每年都回到我们大林慈济医院来，就好像回娘家一样。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彭慧琴到我们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他跟疾病这个奋斗的一个过程。慧琴你好。主持人好，苏医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彭慧琴。那另外一位是请到我们大林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苏玉姐苏主任，他是主要陪伴慧琴跟疾病奋斗过程的一个医师。苏主任好。林副好。那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苏玉杰医师。慧琴，你能不能谈一谈说这13年来你看到我们苏主任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假日穿着夹脚拖来到病房探望我们。那这13年来就是看到苏医师从圆圆的身体到很认真减肥到很瘦，那现在又有一点复胖。所以苏主任，这个慧琴在暗示你说身体健康很重要哦，你很重要，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好，那苏主任，你慧琴这13年两每年都回来啊，你对慧琴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其实从13年前刚开始在治疗的过程那一段辛苦的过程，然后到后来有一阵子回来医院帮忙当志工，到后来到澳洲去打工游学，其实这几年来看他这样渐渐的越来越成熟越漂亮，可是唯一不变的就是说他回来的那个笑容，还有那一份贴心，就回来好像回到自己家里跟自己家人的感觉一样。我觉得这13年来似乎没什么改变。我想这也是我们当医师能够看到病人幸福的笑脸是最高兴的事情。那其实大林慈济已经成立15年了，那肿瘤中心也有13年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看一下我们肿瘤病人彭慧琴，他13年前他那时候的故事，请进影片。25岁以前容貌真的是父母给的，上天给的，但是25岁之后医生帮我做了这个容貌，我觉得我很珍惜它，因为它是经过大家努力出来的。活泼好动的彭慧琴一直是同学之间的开心果，虽然从16岁起就常被牙龈不断增生的肿块所苦，但她从未失去笑容。8年间历经多次手术清创，没想到医师却宣告她罹患了罕见的下颚恶性骨肉瘤，必须将整个下颚骨切除，再取小腿骨头重建。她的语言其实很简短，没有做很深入的解释，他会告诉你就整个下巴拿掉，谁知道范围多大，能不能救得活就好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病人，我是一个物体。医师冰冷的回答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恐惧，让慧琴当了1年逃兵，直到2002年，因为不舍父母的忧虑，他来到刚满2岁的大林慈济医院接受手术。口腔颚面外科黄泽达主任以及整形外科黄介琪主任同理合作，历经16个小时顺利取下慧琴长满肿瘤的下颚骨，并以左小腿腓骨为他再造一个下巴。其实影响我最大的应该就是他当时有在听我说话，然后听到我
内心的那种，也许是一种恐慌，可是他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我现在的状况，我该怎么做治疗，或是我能不能做手术。当下那一种恐慌的感觉，就是瞬间就已经放下了。舌头卷起来，好，吞口水，好，口水可以吞了哈。慧琴她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病患，恢复之后还有人生一大段的一个旅程需要她去面对。我们治疗之前，手术之前，我们就是反复了一再的思索这些问题，一再的商讨说我们怎么来处理才可以恢复一个比较好的功能，那也可以确保以后肿瘤不会再复发。同样的治疗计划，只因大林慈济医院医疗团队能站在慧琴的立场着想，而有了完美的结果。为了让癌细胞彻底消失，手术后慧琴转至肿瘤中心继续接受化学治疗，伤口与化疗所带来的痛苦并没有击垮慧琴的意志力，爱漂亮的她欣然接受医师再造的新面孔。我喜欢我的脸，我觉得她是漂亮的，不是那种人家所谓的真那些美丽，但是我觉得我很满足的那种漂亮。一年后，治疗告一段落的慧琴带着众人用爱为她重塑的笑脸来到肿瘤病房当志工。她以过来人的经历鼓励病友，摘下口罩，慧琴勇敢突破疾病的试炼，活出自信的生命风采。淑芬请教一下，这什么是恶性骨肉瘤？像慧琴这样长在这个下颚的地方，这种案例多不多？那基本上恶性骨肉瘤它的是一种癌症的一个变化，那基本上它是从骨头的组织所演变来的一个恶性肿瘤。那其实发生最常见的还是在年轻人，好，那在青少年期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恶性骨肉瘤，那常长在肢端，好像四肢的部分最多。那像慧琴这样长在下颚的地方，事实上这样的一些恶性骨肉瘤的个案临床上并不那么常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那我想请教慧琴，就当初你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口腔好像有一些问题这样子嘛，那后来辗转也发现是可能是有点问题，那当初你怎么想从新竹那到我们大林来接受这方面的治疗？我从十六七岁开始就陆陆续续做了一些手术，那最后一次手术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初医师就是把嘴巴里含着血水的纱布抽出来，然后就告诉我说，我待会跟你谈一谈，有发现一小点的癌细胞，那希望说我再转诊到耳鼻喉科。那我们其实当天转诊之后，医生就告知说我们必须做切除下颚的手术，那腿部需要，因为我不够高，所以需要截取两只腿的骨头。那也跟父母说，他们就是直接要做气切这个动作。就是手术当天，爸爸再多问了几个问题，那医师的态度非常的不好。啊，我听了，我自己当下马上就一个念头是，医生也说存活率不高，那为什么要挑战这个手术？其实我也觉得，如果我可以就这样子随着日子陪家人多一段时间，不也很好？所以我们当天就跟医师说，我们不要手术了，我们就回家。那回去之后，有一天妈妈就跟我聊说，她还是希望我是不是到嘉义大林这边看一看。主要是黄泽达医师，我们当初在看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细节都跟我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也。主要是态度让我觉得说很安稳，就是心里就一个很安稳的感觉，我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不会说我问个问题我会担心一个非常不礼貌的回应，好像是我多问了。所以事实上是有一些这样的契合才有机会这样的因缘过来。 那我想请教一下苏主任，当初这样的一个治疗团队，从口腔外科、整形外科，还有后来到您这个肿瘤外科，这整个当初我们怎么样去帮这个慧琴团队上拟定这个治疗计划？那事实上那时候也差不多十几年前，其实我们几位医师大家都相对还是比较年轻，
但其实遇到这样年轻的案例，我们大家都很谨慎。谨慎的就是说，他要面对的不是一次的手术，而是一长段的人生。所以那次我们就跟黄指导、黄主任、黄介奇医师，甚至还有耳鼻喉科何主任，我们还有放射肿瘤科李主任，大家一起来针对这个案，大家来拟定一个计划。当然，开刀的部分是相当专业，这怎么去取骨啦，怎么去做到最完美。那但后续的部分，我们在那时候就讲到，就是说那后续要不要再做后面的一些追加的治疗。所以整这个计划拟定后，我们就让外科放心的去开。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团队非常用心的合作。那慧琴，其实那时候你还很年轻，那其实面对这个癌症，然后其实是双重，因为是癌症以外，它又影响到你的整个容貌，你那时候自己的心理上是怎么样？我心理上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两个问题，是我还可以跳舞吗？那第二个问题是我还可以看到我跟家人一起的未来吗？就是这两个问题让我的心情不是很好，但是我心里没有太多遗憾。心里就是觉得上天帮我决定走多长，人生走多长远，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尽力的珍惜跟身边的人的一个缘分。是，所以实际上面对这一种自己调试自己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对，那素贞能请教一下说，所以慧琴后来每年回来医院，你看到她这样的话，她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其实我觉得刚刚慧琴有讲到一个重点，她没有想很多。那事实上对我们团队来讲，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这就是对团队的一种信任。当然这种信任取决一刚开始黄泽大主任的细心的解说，跟后面开刀完的一些过程，但包括查房啊、专师啊、护理人员的一些互动。但其实在整个过程，我们感受到慧琴对我们整个团队，包括所有的医护人员的一个信任。好，就是我们说什么，他都会愿意去 follow 去追照做。这十几年来，其实陆陆续续让我们有这种感受啊，让我们觉得很窝心，就是说有这么好的病人哦，那又这么的成功哦，那看着他这样啊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啊，到出国啊，到小朋友回来哦，其实我们大家团队，包括黄主任那天我在跟他谈到你，他还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他是他刚开始职业的前几个相当困难的个案，对，所以大家其实都还蛮有一种感受的。主任，刚其实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慧琴后来回医院当志工嘛，那就你的经验而言哦，像这样病人回来当志工，鼓励现在病友，对他自己或对现在病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病人或回来当志工，在鼓励病人，这个事实上对病友来说或病人来说是互相之间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事实上病人自己走过这一段这种人生的历练，在告诉新诊断的病或治疗中的病，事实上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典型就在这里所以病人会对自己治愈的信心会比较增加，而且其实我觉得慧琴他们在跟病人互动也比较知道要怎么样跟病人讲他们听得懂的、听得进去的比较更想知道的一些讯息跟内容，这个有时候不是我们这个每天在看病人的那个医生有时候可以想得到的。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慧琴经过这个成功的治疗之后呢，之后就有一个很精彩的人生到澳洲、到瑞士等等那我们就请进下一段影片，看慧琴之后的一个精彩人生，请进影片。手术完了回来回诊，然后甚至到化疗这段期间，医生都很告诉我说状况很好，似乎其实也给我蛮大的一个信心，我开始相信自己，我相信我自己有很多可能性。挨过手术伤口的痛楚，也撑过化学治疗的副作用，慧琴没有被病魔打败，不但重回大学完成中断的学业，获选世纪新青年，更当起了时下最夯的背包客，独自前往澳洲打工自助旅行，一步步往自己的梦想前进。2010年7月，远在瑞士的慧琴捎来喜讯，在那里她披上白纱，展开新的人生，
将近13年的时间，大林慈济医院及肿瘤中心不但成了慧琴的身心后盾，也见证她每个阶段的改变与成长。嗨 ，Hello， 好啊，有呀，我觉得人一生中，好好过现在每一刻，才能累积成未来的日子。因为人总是说我以后要怎么样，可是你的计划永远比不上变化。所以如果你今天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当你走到未来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也不会跟你心目中偷偷的计划有差那么远。癌症患者在治疗结束之后，仍然需要持续回诊追踪。每年慧琴回国探亲时，也不忘南下大林见见这里的家人，因为这里就像是他另一个娘家。肿瘤中心的苏玉杰主任更像是慧琴的家庭医师，持续守护他的健康。我每次回去，我都会觉得我是去看朋友，都没有觉得我是在看病。就是那个回去也许不是回家，但是是另外一个我相信我觉得舒服的地方。我生病后我懂得释怀，我反而觉得整个人是松了的时候我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那个肩膀手背张得更大，吸收到的一个能量是更多的。旁边的人给了我这么大的力量，上天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支持跟考验，我觉得我是有备受引领的。历经人生的大劫难，慧琴并未向命运屈服，更淬炼出对生命的豁达。她用充实的每一天，活出亮丽的人生。慧琴，我们刚其实看到影片里面，你这个病愈之后的生活是多彩多姿，到澳洲啊，当瑜伽老师啊，或到瑞士去。那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是，实际上是容貌有一些改变嘛，那你那时候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心态，能够积极的再走入人生？其实一开始对于容貌这件事，我很难接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其实到现在，也许心里偶尔也会还是会在乎这异样的眼光。可是当初口罩戴了将近一年多吧，然后后来我跟自己说，我不能这样下去，终究一辈子，如果我是健康的活着，我还是要面对自己的人生，所以就有一次就很有勇气的摘掉了。当然其实真的是经历到一段时间蛮低潮，就是每次人家看我的态度跟眼神之后，其实慢慢的释怀。到后来到了国外，基本上国外对于脸蛋的接受度很大，他们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所以现在我很感恩医师帮我重建这张笑脸。对，实际上是我们看起来都几乎其实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想请教一下苏医师，说这已经十几年了哈，这个恶性骨肉瘤这一块，这目前是不是算已经完全痊愈，还是事后要怎样继续的回诊？对，那基本上我们恶性骨肉瘤大概在治疗完，要是我们密切追踪5年哦，它后面再发生的这或在有一些状况的机会就相对的少。但是因为慧琴她发生的时间年纪太轻了，所以我们团队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希望就是刚开始是每半年嘛，好，那等到她更稳定之后，刚好她又出国了，好，我们就希望她每年还是回来让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稍微再看看哦伤口啦，好，那些有时候这个愈合的状况啊，或口腔的问题等等，好，然后每年回来看看有没有身体其他的状况这样子。所以这个请教一下慧琴啊，你这样每年回来好像回到娘家一样，过新年的时候就刚好顺便回来，我看到影片里面你儿子也非常可爱哦。那你这样回来看看这些老朋友，你自己的心情怎么样？回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提醒自己我重生的一个感受。就是有时候就会忘记，以为说我就是一个一直以来很健康的人。那我回来看看说，其实走进大林慈济医院，就是所有的问好声，啊，你又回来了，这里又一声，你又回来了，好久不见，那感觉是很窝心的。再来也是，让自己会提醒自己，我要珍惜时时刻刻健健康康的现在，对，所以充满感恩的心情。是，所以是让我们也非常
高兴能够每天看到你哦，回到我们这个医院来。那请教一下苏医师哦，张慧琴她每年这样子回来，然后你都除了一般她的身体之外，你还那个一些疾病这些部分之外呢，还帮她做很多的全身健检，好像那家庭医师一样哦。你看到慧琴这样子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健康，你自己心里面有什么感受？真的非常高兴，就是说慧琴从这十几年来一度这样子哈，慢慢的走过来。那事实上，我们的团队哈也要跟慧琴分享，就是说从你这个案开始，我们就开始去讨论说，我们这些所有的这种口腔癌的团队，是不是应该大家要建立起来固定的模式要去讨论？嗯，这个讨论这个病人啊，现在啊之后未来要怎么样去追踪，怎么样去治疗？所以说，事实上，我们的多科团队，事实上从慧琴开完刀之后，我黄主任那时候，还有何主任哈、李文新主任，还有黄介主任，我们就慢慢的定期都会一两个礼拜，我们就会把个案拿出来再讨论哦，就是说这整个治疗的疗程跟流程，那从口腔癌开始到乳癌、大直肠癌，甚至于之后其他的癌症，就渐渐的去建立起我们肿瘤中心的一个多科团队的一个检讨的模式。那到现在呢，甚至还有各管师来帮忙病人啊，走过就在治疗比较辛苦的这一块。那其实由于慧琴这样的过程，我们也发起了我们现在乳癌呢，治愈的病人啊，他们也回来哦当志工哦，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哈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要感恩慧琴哦，因为这样子我们整个对病人的照顾还会就是更完整哦。对，那苏主任，你其实除了我们医疗大家团队非常认真之外哦，你会觉得什么因素，慧琴本身有什么特质，让这个疾病能够这么好的一个治疗？其实我们常常看在肿瘤中心这十几年来很多治愈哈成功的个案，让我的感受就是这些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像慧琴这样哦，就是乐观、信任。那跟医护之间有非常良好的互动，那事实上这样呢一路走过来呢，才是有一个正向的经验跟正面的一个体验跟经验。那最后请教一下慧琴，其实我们大林慈济院也15年，那肿瘤中心也13年，其实这样一路的过程这样走过来，我相信大家彼此都是非常的高兴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一个历程。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苏医师啊或是团队去讲一些祝福或是感恩？话千言万语都讲不完，因为真的非常感恩所有大林医院的医护团队以及志工、师姑、志工，所有的志工们给我的一个信心跟鼓励跟关怀，还有自己父母给我的福报。对，那这些医疗团队都是我的再生父母，那也感恩父母做在慈济这么的虔诚啊，这么的带给我这样的一个福报。除了感恩就是感恩，也祝福大家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其实大林慈济院15年来在这个田中央去守护我们这个乡亲的这个健康，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当然医疗技术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医护团队的用心去陪伴病人，关怀病人，还加上病人能够很勇敢的面对这个疾病，我相信是这个治疗效果一个非常成功非常好的一个需要的条件。感谢苏主任慧琴接受我们的访问，这位人医所爱，我们明天见。